SAR 巴拿馬巴拿馬向豐集團是屬於國際跨國金融服務集團 Banesco Grupo International 的一份子，透過彼此之間的互相信任認識客戶的真正需求，滿足他們的要求，提供方便以及高質素的服務。今時今日 Banesco 巴拿馬是巴拿馬近年來成長最快的銀行，是 Banesco Holding Latino America SAR 駐巴拿馬的分行之一。自從1992年開始，就以國際銀行執照在巴拿馬運作，直到2007年申請了全面銀行的服務執照，在巴拿馬首都和水埠同時開了7間分行，再次證明銀行與巴拿馬的承諾和增加客戶的信心。現時已於全國網絡戰略性路段開始23家分行提供服務。 Banesco Grupo International 已經於美洲和歐洲執業，其中包括古勒沙、哥倫比亞、美國、墨西哥、巴拿馬、波多黎各、多米尼加、委內瑞拉、德國、西班牙、法國、葡萄牙、英國和瑞士。國際化的運作讓集團能夠更加完善地提供適合不同市場的創新金融理財服務。自從由2012年收購西班牙 Echeverria 銀行之後，在2013年再次收購 NSH Banco，令到 Banesco 集團的 Echeverria 成為西班牙加利西亞最重要的銀行之一。銀行合併以後，以 Abanca 名義運作，開始向美洲擴展，首先在加拉加斯、墨西哥和巴拿馬設立辦事處，而第二階段將計劃延伸至巴西、阿根廷和美國。 Banesco 現時特別組織一個以華人客戶為主的銀行服務部，聘請多名精通華語的專業人士，深明裸橋海生意上的特別金融服務所需。大家好，我們 Banesco 向豐銀行在 Condado Business Center 已經開了我們第23間分行，而且建立中國同胞的部門，繼續支持華人社會各方面的互動，同時提供 Banesco 向豐銀行各種產品和優質的服務。除了華人服務部之外，增設中小型公司計劃，更加支持我橋店鋪的商業發展。在 Banesco 向豐銀行，我們有不同的商業的貸款的服務，來幫助你們的生意做得更加好的。努力上進，不斷求新，為客戶提供最佳的服務，永遠是 Banesco 的宗旨。為此，他們特設一個外用櫃枱加客 Externa， 延長對客戶的服務時間，讓客戶能夠在分行關閉的一段時間之後，依然能夠繼續辦理基本服務，令你更加之方便。另外 ，Banesco 已經投入使用中文網站 www.banesco.com.ba， 讓我橋可以更加認識佢哋為你而設嘅金融服務。喺 Banesco 及其華人服務處，你可以親身體驗 Banesco 親切殷勤、特別寬待我橋與眾不同嘅金融銀行服務。現在就來 Banesco 了。